哎，这边平安哦！这阵仍然是中国人的新年哦，和祝大家中国人的新年快乐。OK，那今年哦，咱的这个新的 webinar 哦，我要跟你讲一个新的系列的信息。等你哦，咱是讲那我阿拉精彩个哦，但是今年我要跟你出上另外一个对话，就是咱的真理的各一摆的各数哦，叫做 Rethinking the Truth。我讲这个对某个有一个原因啦，因为咱啊，虽然咱是信仰，但是咱伫特别你伫教会真久一段的时间，我相信你听到真侪款的信息个。但是其实了解信息个，咱亲像明白，其实无真了解啊，亲像知影，其实唔知就影响在恁的生活的中间。所以哦，咱伫你老的中间，我用一跟你用一段的时间，你可能去相信个里面一款咯啊。咱可能常常有比较，有一个叫误解，就 misunderstood 嗰个真理个吼。今日头一个 message 我跟你讲是叫做论断啊，叫做论断的真理，the truth about judging 啊。我相信哦，你大家人不听到头一咩读嘅圣经，所以我冇个读咯，因为经文哦，就是你马太福音第七章19第六节这段嘅圣经里面，这段圣经咱真正写过。但咱是唔是真正明白圣经讲是咩呢？其实这段圣经我是圣经叫做登山宝训，就是耶稣伫山顶哦去讲道个，所以我们都将当中嘅信息合起来，变成一个 message，叫做 Sermon on the Mount，伫山顶里面讲嘅真理。其实你若好读这段圣经，你发现哦，就主耶稣其实我哋将摩西嘅律法及耶稣现在为咗一个比较。所以你若读这段圣经，我常常听到一句话：你听着欢呼，个人就讲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嗱，个机器嘅人哦，long ago 就是讲到古早时，就是摩西律法顶面旧约嘅人讲嘅话。但是我甲你讲，现在耶稣讲嗰种另外一个物件，你知啊？你有听到耶稣讲？你听着有话讲啊，即是 written，即是讲到圣经上你讲，但是我甲你讲。所以我这段圣经其实耶稣将旧约及耶稣将神的标准做一个比较，真真有意思个。因为有摩西去望西奈，西奈山将律法陀来，耶稣咧伫山里面做一个神的标准，好难知呀。所以我简单来解释个，摩西及耶稣无相个。摩西去山顶将律法陀来，耶稣伫山顶将神的标准好难。但你记得咯，耶稣唔是跟摩西比较。耶稣唔适合耶稣去拼，其实冇这个意思。只不过耶稣是将神嘅嗰个好嘅标准何人制啊？其实咱嘅重点冇神啦。用英文哦，咁即系你嚟上明白咯。啲旧约里面哦，摩西讲嘅叫做 doing，你要做什么？而耶稣先一时讲 being，你做什么嗰类人？嗱，这个也重要，因为有旧约里面哦，你就需要追合行律法。你唔是听律法，你是行律法。你係 doing，但是你信仰人怎樣哦？你追未來，冇這人係追未來，除非你嘅生命改變。所以我這個 being 就講你嘅生命哦，就係耶穌嘅生命。耶穌讓你這個新嘅生命喺你裡面，看到最穩定哦，行出上帝讓咱真正無相關嘅真理嘅標準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哋講一個真理叫做論斷。論斷什麼意思啊？因为有第八章福音，我第七章第一节咯，这个话哦，咱真正想过，你唔当论断人哦，免得何人何你你被何人把人论断，咱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讲就是因为啊，咱基督徒哦，咱唔当论断人啦，哦，看到人啦唔对，咱啦唔免责备人啦，因为有啊，无这个人是完全啊，所以哦，就亲像耶稣第八章福音哦，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哦。咁就一个行淫乱妇人嚟到耶稣嘅头前，人问耶稣讲：啊，这个妇人我犯奸淫咩？那摩西讲用石头拍死，劈是无劈啦。所以问也罪拜个，跟耶稣冻未掉咯。耶稣讲出个话：你中间神阿那无罪咧，神阿条一个石头添伊，结果咧一个人离开，因为这个人都是罪人啊，所以无做嘅叫论断人。所以圣经是唔是按呢讲咧？所以哦，你唔能论断人哦，你唔能讲人哦，你讲人又讲你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即个完全唔是耶稣讲嘅代志。也就是我咱用家己嘅头壳嚟思想上帝话，先讲唔当论断人，免得互你论断，唔是叫你无必讲，唔是无必要 judging，应该讲嘅就应该讲。
其实你呢看耶稣讲的话哦，其实耶稣讲话哦，你呢照这个标准哦，是有真特别啦，更难特别啦。你看卖第一章第一节跟第六节咯，你好来思想两节圣经哦，这两节圣经哦是有叫做contradict， 这个叫相对，叫做冲突啊。你看第一节，用咱的头壳来想个，你唔当论断人，免得好人论断，对 ？OK， 第六节你看卖耶稣。讲上一句，耶稣头一节耶稣讲的，第六节也是耶稣讲的。耶稣讲什么？唔当将你的圣物好高，唔当让你的钉子好低。跟来呢，惊遐伊践踏了伊的钉子哦，骨头来加你。那耶稣讲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犹太人谁听谁明白？咱未明白啦，因为犹太人哦，什么叫做高啊？什么叫低啊？高及低哦，是代表无洁净啊。犹太人我将食物分做洁净及无洁净啊，地麦我是 unclean 啊，无洁净；狗麦也是无洁净啊，辣油麦是洁净，牛麦也是洁净。但系犹太人我竟然我将话棒人我夸是狗啦，所以我即得是犹太人全面嘅教授讲我即个叫做无洁净嘅人啊。所以有时讲你唔当将你家帮我狗啊，即款无洁净嘅人啊。唔当将钉子放好地啊，无洁净嘅人啊，对吧？耶稣竟然哦，将人分做洁净嘅无洁净，将人亲像狗啊！耶稣啊，你个人讲唔当论断人，耶稣竟然论断人啊，对不？耶稣将人分做是狗啊，是地啊，所以耶稣咱就家己拍家己嘴皮啊！所以其实咯，唔当论断人，免你何人论断我，是别个意思。别个原因啊，唔是咱头壳所想的啊。特别伫教会内面哦，你知影教会哦，虽然咱是讲彼此讲听哦，我听你，你听我，彼此相听。但是你记得咯，教会也是一个讲叫做纪律 discipline 的所在。所以耶稣明明讲我，那有人伫教会内面犯了罪啊，可能是转食了人，可能是坐了睡椅，可能是犯了奸淫，教会冇乜听。所以挂出教会，停业生产，就是挂去教会。所以教会哦，有管去论断人，去抓出人。教会哦，有这个官兵，教会应该创这样代志。所以你明白这样，你要了解这样代志哦。耶稣讲哦，唔通论断人，免你有论断哦，的确唔是咱所想很简单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今日安博，我个是想三项真重要的代志。我们对这个叫做论断的真理哦，更加清楚。因为用我跟你讲哦，咱做基督徒啊，难免啊，有时看到无好嘅代志，咱来讲人啊。真少有时伫教会内面啊，伫厝内啊，伫公司内面，咱难免就看到无好嘅代志哦。咱应该讲还是唔应该讲啊？应该讲，但是只有讲法啊。所以唔通论断咯，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。头正代志哦，我阿你明白正代志哦。唔通论断咯，是让你知影哦，你唔最将人哦分类，将人分做一类嘅人啦。这个哦是阿叔所反对啦。嗱，因为照你嘅解释哦，你唔通论断人，我就亲像哦，你唔通论断人，因为别人嘅论断你，所以亲像哦，咱唔要论断人哦，就是免得将来哦有一日哦。咱会论别人个论断过，所以第好哦，唔通讲话咯。啊，你若责备别人无贴心，下摆咧别人个责备咱无贴心。啊，咱若常常挖沟，话责备人挖沟，结果有一摆咱家己挖沟哦，别人个生气。所以我是讲，你无讲我，我无讲你，杀鸡好来好去哦。圣经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嗱，万一我那时就用这个哦，看到不好些，也无必讲。出来也是安尼，教会也是安尼，公司安尼，这个所在哦，哪又哪变咗也暗沉，哪黑暗，充满到罪恶，充满到暗沉，无人敢讲话。咁啊，教会及世界是省神省路啊。所以耶稣哦，这个重点冇喺这个所在啦。这个菲律宾现在情况真，两讲两句，你知菲律宾真够贪污啊！吓，怎咩？大家人都贪污啊，所以大家人冇必讲啊。所以结果有人讲嘅，人就受气。写圣经唔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！你讲圣经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耶稣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。嗱，我大声咯，哎，你笑一个问题啊？你笑看咪？嗱，有一日，你笑看咪？嗱，有一日咯，你实在做了一件唔对嘅代志，
但是可能我连你家己都唔知呀。但是请问你唔忙，还是唔忙？我有人来甲你讲啊，你唔有人来提起你讲我啊，神啊神啊，你这样就是错唔对啦。我唔忙你，我唔知你心内是讲 yes or no。唔忙有人甲你讲你唔对咧，还是无必唔免甲我讲啊？我唔忙我唔忙，咱就基督徒哦，你嘅心内是讲 yes。我那是在错唔对。我唔问别人何解知呀，因为我自己唔知呀，我错唔了。嗱，这是见到到我应该尽嘅态度。You know why？ 因为有咱特嘅人啊，你知无？特嘅人啊，都叫做弱点啊。什么弱点啊？就是你自己我第一软弱嘅所在。特嘅人无神，你知无？啊，刻上我讲刻上啊，听啲男嘅，咱嘅弱点我刻上是得咯咧，头像刻上是女嘅，啊，咱常常见到弱点是女嘅。所以真多男的啊，真多啲犯淫乱的罪啊，坐水椅包括基督徒啊，那到老到老女的哦，有阵咱的问题是啊，确实是爱管哦，爱管兵啊，爱管人，爱人听人讲话。另外当然就是爱钱啊，所以这个是咱常常遐啲哦的软弱的所在。女的呢，女的确实另外一款啊，当然女的确实是啊。解释讲哦，女的纯真爱讲话哦，那个就假设哦，真爱讲实话啊，啲讲不出讲未停嘅。我如果你女的咩，佢想是唔是讲未贪先嘛，小贪哦，但人是多贪，以前条小贪。嗱，这些都是大家人我无相关嘅软弱个，呢度了解哦，呢个弱点就停咯。好啦，但是另外讲，每一个人我到底有弱点冇？每一个人我的确会叫做盲点，盲点。真正盲点咧，就是你未看到嘅所在。嗱，你嗱换车嘅人哦，你就知哦，换车哦，即刻有叫做盲点个。嗱，你讲呢顶车哦，你睇下，这个是上面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哦是看到嘅，这个所在是看到嘅，这个所在是看到嘅，什么所在要未看到你知不？这个所在要未看到，这个所在要未看到，所以这顶车哦，嗱换一道，换一个领哦。你就真正水哩，因为这个随便话，因为伊只来看这个哦，伊未看到，因为这个所在哦叫做盲点，你若无注意哦会弄车，所以哦换车是安尼，人也是安尼，咱常常哦生命中有这个面，所以我甲你接住哦，伫网里面甲你讲话啦，讲啊一段时间以后哦，而家我嘅解释哦，跟阿伊创造，跟你创造住，我系讲，我系伊跟你讲呢一样。就好些咯，我就咁样跌到咧，我系行出去。我就可能就第二，也就算我咱就呢只嘅嘅性别识个，就是我咱未跨掉咧，因为咱只是跨掉个，咱所跨掉嘅物件个，只要别人我喺后边咯，还是喺边头跨到咧，我所未跨到嘅代志个，这是叫做盲点。OK， 那所有耶稣讲我唔当论断人，免得后人论断咯，唔是讲我咱未出讲人。呢、这個明白就係大事喎，咱基督徒喎，咱應該謙卑接受白人嘅教導、白人嘅論斷，因為特別是哦，咱所未看到嘅大事，耶穌愛反對嘅大事哦，就是哦，咱唔單止論斷嘅意境哦，已經將人哦叫做分類啊，分將無神分嘅類，叫做咩咧？咱真容易你知不？咱真容易哦，將人分做好人及歹人，你是好人，你是歹人啊？你是聰明啊，你是戇人，咱真容易哦，用英文講叫做 jump to the conclusion。咱看到正大事哦，咱誰解答正大事？真做排水講個胡順，咱嗰度更真做胡順，看到更難講啊，即係更難人講，即係更難人講。哎呀，冇有聽出，冇聽出。咱常常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哦，因為咱未看到，已所看到，可能有啲物件咱係是唔知啊。所以耶穌講哦，咱就需要了解啦，需要了解哦。真做現今這個世界哦。你就呀，这个叫同性恋咧，就是、同性婚姻啊 ，same sex marriage 是真严重。当然，咱基督徒哦，咱的确无同意，咱的确反对。但是哦，咱反对时，咱是不是已经将人哦分做十分嘅人啊？同性恋就是歹人啊，就是歹人哦。其实伊唔是歹人哦，咱你是戆人，其实伊唔是戆人。你记得咯，全世界哦，咱只有一款嘅人哦，唔是好人。唔是歹人，请你记住，唔是聪明人，唔是戆人，全世界只有这个人，这个人叫做罪人。你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同性恋的人是罪人，我唔是同性恋，我也是罪人。你明白不？所以全世界我哋上帝看起哦，
都是神创的人，叫做罪人。但是罪人哦，会分做两款，在雅各的是罪人，唔在雅各的是罪人。所以其实我呢用，咱无专门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别人。我想咱基督徒常常有一个 mistake， 就是我是基督徒，我比你较好，我是圣洁的，你是肮脏的，我是得救，你是无得救的。No， 其实咱都是罪人，咱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以致未蒙恩的罪人那边。所以我耶稣讲我，你唔当将人哦，分一阵分类好人，你是歹人，我是好人；你是戆人，我是聪明人；我是圣洁的，你是无圣洁的。耶稣讲，讲到论断哦，你做论断人，我不做论断你。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哦，你用什么？你做论断人，我再做论断你。你用什么条件给别人？我用什么条件给你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嗱论断别人是歹人，我这个歹人我的确就死啊，的确几对脚。耶稣讲，我用这个标准来论断你。所以你未追我，将人哦变咗一个类别。这头就我耶稣真清楚，好难了解。所以哦。请你叫佢哋记住，当你爱讲人嘅时候，有一个也重要嘅环节你需要了解。当你指出你喺论断别人嘅目的，让人感觉真痛苦。你唔知啊事啊，我用这个话去刺插你一下。你唔是为着指出对方嘅错误，你嘅出发点已经唔对咯。我讲一摆，你嘅动机，你嘅 motive， 当你看到别人唔对嘅时候，你讲出嘢唔对，你嘅目的是为甚物？是为了显出你比伊较公义、较圣洁，还是哦，趁这个机会予伊弱伤、予伊艰苦，你的动机已经唔对了。所以虽然对方有一个盲点，伊未看到，但是咱的出发的动机呢，那重点哦，是为着帮助伊，予伊看到伊的 mistake。就像牧师都跟我讲，啊，你未听你的家讲话，伊的重点唔是爱讲我艰苦，是予我明白。我看唔到这样代志，我就变了，我就改变这个我跟我的家的关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论断我是耶稣接受的。相反呢，你若趁这个机会哦，爱讲别人啊唔对，话因为我真受气这个人哦，趁机会哦，顶摆讲过，我将趁机会来讲你咯，你的动机哦已经唔对。啊，所以哦，有阵物件头像你需要了解，咱每一个人的态度 attitude， 你的态度真加重要。你看这个道了知啊，你看这个道了知啊，这个女的态度哦真歹啊。所以哦，我根本咱唔使讲啥啦，但是但讲伊 attitude， 伊的态度哦，咱已经更加接受伊。你知哦，你知几多只？咱的话哦，咱的讲话有两款，这个叫 verbal， 就是出声的；，这个叫 non-verbal， 无出声的。你知影我哋研究这个叫做讲话啊 ，communication 嘅能力个，无讲话哦，比讲话更加重要，你知不？因为我你若无讲话嘅声音哦，包括你嘅表情啊、你嘅动作啊、你嘅目睭哦，有当将70% 嘅 message 表达出去啊。所以别人看到你嘅体哦，就已经知影哦，你嘅体是俾嚟论断我，还是嚟教，还是嚟帮衬我？所以这个态度啊，这个 attitude 真正重要，特别的教会啊，你知未？你就喺教会哦，是个真特别嘅所在喎。什么特别嘅就系啵？因为教会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教会里面大家都是投机啊。你讲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教会哦，是叫做 NGO 啊 ，non-profit 嘅所在，那唔是摊子嘅所在啊。而教会嘅 income 哦，你收益得落嚟啊，是互有奉献啊。所以慢慢我每一个会员都感觉我，我是投机啊。因为我奉献啊，我若无奉献哦，阿教会咪即系去巴拉追啊，巴拉电啊，阿牧师团队即系有圣剑啊，教会堂金咪即系有圣剑啊，所以我是投机，所以慢慢哦，你睇你唔使注意但系节目，教会嘅人讲话哦，是比世界嘅技巧哦，更加无客气。你讲咩话呀？冇呀，讲话真无客气，但是咱若讲话无客气哦。真奇怪啦，咱都有家己 explanation， 家己解釋啦。我講你哦，因為我聽你啊，我話哦真歹聽，但是是啊殺死你一個，我是為你好啊。你知啊，我嚟話哦，只有教會講嘅啦。你嚟話各位公司哦，無哪敢講。你敢同你嘅頭家講，我只能講你哦，是為到你好啊。驚你冇頭腦啦啦。所以但是教會冇成功，因為教會講得特別難好，都是頭家，我有管同講你啊。所以慢慢我咱講話變咗無客氣，嗱我唔是講我唔是講無追講啊，
所以保罗讲我用听心来讲诚实的话，所以咱嚟讲话态度哦，你真注意。所以其实耶稣讲我唔通论断我，伊主要唔是讲未做讲人啊，主要是讲我你嘅动机，你嘅 motive 真重要。另外你未做到我，比波论断以前我已经将人分了一个类，一个类别。你是歹人，我来加你；你是恶人，我来加你。耶稣讲唔是安尼，因为全世界哦，只有一个类人。不是好人，不是歹人，不是聪明人，不是恶人，全世界都是罪人。只不过是我知啊，讲罪人，伊唔知罪人。咱用这个角度来帮衬别人，啊你哦，你咪咁样，你比别人较贵啦。你知，咱来论断人哦，咱总觉得我比你较好啊。咱就一个法官，去法官去审罪人啊！你个人犯罪啊，我你个犯人啊！所以其实咯，耶稣讲，你教会里面咯，唔是按呢款嘅论断法，你需要明白你个对方嘅身份咯。We are the same， 咱是生出嚟人 ，We all are sinner， 咱都是罪人，咱是蒙恩嘅罪人。所以头先我你需要了解，我哋第二哦，诶，环境你需要了解哦。啲论断别人以前哦，你需要学习大声，好省察你家己。嗱，耶稣其实咯，耶稣所落去讲第三、第四节咯。就是讲，你若看到兄弟目睭有一个刺，你无看到你家己诶目睭有一个良木，你若家己有良木，只要对你兄弟讲，何我去掉你的刺呢？所罗讲我讲，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，你大声去你家己目睭的良木，皆看清楚，才会看清楚，去你的兄弟诶目睭的刺。那要说什么意思，知无？耶稣是讲我，咱唔是未追讲人 ，yes， 你系追讲人。你若明明看到你的兄弟、你的姊妹有一个唔对嘅所在，就亲像伊嘅目睭哦，有一根刺，你有一个责任，帮助你将这个刺脱走，将这个软弱脱走，让这个人无果在这个艰苦嘅里面，这个软弱嘅所在。但是你行动已整我。你大声省察你家己，我的目睭哦有一个叉地下无？什么意思？你若无，你若有叉，你若无将这个叉脱走哦，你强强用手哦将别人的目睭的刺脱出来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别人因为你的原因哦，伊会刺你啊，对不？因为你根本未看清楚啊，你目睭已经能去叉落去，你就将别人的刺脱出来啊。找我你和别人的目睭弄刺你去，上关用。你若爱帮衬别人啊，你爱指出别人个唔对，我你大声问你家己只问题，你审查你家己。我是唔是有问题问啊？那唔是哦，你未帮衬着伊啊，你讲害着伊，国家惨啊！本来有一根刺啊，现在目睭变刺你去啊。那所以哦，咱每一个人哦，请你记得一件代志哦，你帮衬，你爱帮衬别人，你爱教导别人要怎哦，你大声问你家己只问题，我问题就到咯，我有这个问题不？你知影哦？啊，我唔知你了解不？我哦，啊，从来唔不伫大经里面接伫做会挖沟嘅人，我从来唔不。我唔是无功，但是我系讲嘅办法时间上，我是讲嚟讲哦，咱准时好嚟经班咧上嘅。我嗱看到人挖沟哦，我从来未亏下光阴。你讲紧啊？就是你冇俾你冇俾啊冇公义啊冇公义，其实唔是，因为哦。我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唔知啊，对方是为什么愿意挖沟？这个我唔敢讲自己嘅所在，因为有人系挖沟，可能有原因，是我唔知啊。我记得咯，顶摆是 BGB 哦，也估咯发生正大事哦，两个兄弟冤家，正式一礼拜等冤家，今日冤家你知不？你咪知啊？教会有三等嘅聚会，咁是有三等嘅聚会啊，有七点半，有九点，十一点。即发生我哋第二等啊，啊，即九点咪做佢个，啱啱就九点哦，及你讲十点半嚟结束个，有一摆啊，有一摆我自己兄弟嚟哦，但是嚟未着较晏啦吓，差不多十点十个过嚟，今日嚟几礼拜等个，礼拜上我自己兄弟追阿 Sir 个，一看到伊入嚟哦，讲伊一句话啦，你讲我靠啊，你嚟接受祝福啊，因为都未结束咯啊，又超伊讲，你嚟接受祝福，你收唔够我。这个人就出去随起前面个，正式咁样还价啊！你咁样还价啊！你讲一大堆个，我感觉我两个兄弟都唔对，因为咁冇这个挖沟洞嘅已经有一个唔对啦。但是讲嘢人我也是唔对，头先我伊讲出句话哦，唔是要帮助你，是去算你。
哎呦，你来 receive benediction 吧，来祝福吧，伊是讲特别结束你个来安尼讲。但是问题是哦，伊唔知呀，这个兄弟为什么话讲？跟来是讲一句话，对不？这个就论断咯，所以未做论断就这个意思个。你就系跟来我未接别人话讲啊，其实咯，我唔是唔知呀，神下话讲，我知啊。先做咱地沙凳哦，即阵啊，这个地沙布石墩咧有两凳个，顶摆跌到咧有沙凳个。地沙凳哦，有一个家庭啊，上以前咪地沙凳，但系常常挖沟，差不多冇一个礼拜冇挖沟哈。咱是十一点开始哦，伊第一早哦，差不多十点二十分来，有阵十点十啊十十一点二十啊十一点半来，但是哦，我唔不讲呢一摆，依规矩，我唔不讲呢一摆。有一摆哦，唔使跟哦，忽然间哦，我隔壁沙都，我见你，唔使跟哦，忽然间哦，地沙等了哦，我落去下口哦，咦，依规矩冇走啊，地下个人讲话啊，饮醉啊，呢食物加个，所以我多地下，我就佢讲话咯。即个忽然间佢讲出句嚟，即个家庭嘅头个，即个一家子主讲讲话，关键系个医生啊，呢个医生。依家讲出句嘢真出味，你讲牧师啊，我嚟讲我，哎呀，我前排先，我句嘢，我前排先，我特特挖沟，你自己讲嘢，我特特挖沟啊，特特挖沟，你讲我，但系我话，我讲感谢主啊，牧师啊，你唔不讲啩，系讲何讲未排先，我特特挖沟，你又要讲什么跟你挖沟，你知不？近来我。其实我头先毕业啦，关喺以前好里边，我见到一个真出名嘅心脏医生，唔是你们屋噶，是另外一个医生，呢只真出名嘅心脏医生。呢个我讲我关喺我，以常常我哋身体已整我，呢度去顺耳关啦，顺鼻梁啦，顺鼻梁了我，就去出来我再跪嘅嚟礼拜啦。所以讲特特挖沟，哇好，我先嚟讲好特别啊，好特别，我唔不讲嘢。原来伊挖沟哦是有原因的啊，伊挖沟唔是挑工挖沟，原来但是伊虽然是你个上个接来礼拜哦，我是咪已经真感谢咯，咁做公益啊。另外讲一样代志，也就是我咱哦唔知呀代志整哦，你唔未做谁 drum to the conclusion 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头先你都审查你家己，我有什么做嘅同论道理，我是唔是知呀隆重嘅代志咧？其实。那不是上帝，但是也做代志哦，咱会了解啦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咧，这个谦卑的心。啊，我唔知你在一段间唔知在两千十三里哦 ，two old thirty 两千十三里哦 ，Tom Magazine 啊，呢个这个也出名诶杂志叫做 Tom Magazine。这个头一班咧，这个人是上海的，这个叫做风云人物啊，这个出名嘅人哦，两千十三里哦，咁多阿姑你唔知啦，你在一睇喎，这个就 Pope Francis。伊是两千十三里哦，他们个信哦，诶，头班的人啊。虽然我咱唔是天主教哦，当然咱也是无信无真正天主教某一关的教法，但是哦，咱也唔免论断伊啦。也就是说，伊款的人的伊的生命哦，未输咱，你记得咯，伊未输咱。这个两千十三里哦，这个普凡斯哦，变做叫做 the person of the year 哦，即系喺自己的红门里面，你有什么玩意不？我好呢首歌啊 ，recall 啊 ，recall 过去嘅代志啊。这个交往我是头一个交往啊，公开就全世界头先公开念到嘅。Say sorry， 什么 say sorry 呢？因为迄个时我天主教发生真罪啊，真排泄嘅消息啦，就系真罪神父啊，即系 priest 冲地见啦啦。诶，你点解你随时可能有人啊？嗱，对这个新闻嚟了解啲事，咁即系呢事 recall 咯。哎，你哦，真罪消息入嚟啦，我睇真罪神父哦，冲地见啦啦。所以我真罪见啦，正近嗰时教会里面顶诶最听住嗰个教会最屈我顶乜就是把拉子啦，停止咯。我见我嗰啲小孩子嘅顶我唔俾讲威个，缩下嘴子，用下嘴子啲 cover 两种嘅诶吹个。即系 Pope Francis 好似头一个公开我及全世界。代表隆重的信徒 say sorry， 我唔对咯，我错唔对代志咯，所以我这个人哦，真字里我变咗真出名。另外我这个 Pope Francis 讲咗一句话啦，一句话我讲我连基督徒啊，可能都唔敢讲。你讲什么话咧？你讲留同性倾论嘅人啊，
你若关于五常的悔改，我无理由通审判伊。哇，一句话我跟你讲，我真侪可能牧师都唔敢讲啊，真侪教育都唔敢讲啊，因为咱对同性恋人，我已经有一个成见啦。但是讲无，你若有信仰的人，但是关于五常的认罪悔改哦，我是无理由通审判伊。所以我这个人哦，我唔是讲阿婆个恶罗伊啦，是讲你们某群的人哦，都明白这样代志哦。那唔同总是哦 ，jump to the conclusion 哦，去接别人什么唔对，什么唔对，什么唔对，那就好省得咱家己哦。我有什么唔对啊？所以，我明白你明，你明我这样解释。边讲，咱头摆讲啊，叫做同性嘅婚姻个，即系男个男嘅结婚，女个女嘅结婚。我当然咱无赞成个，当然咱讲到基督徒，咱嘅真理唔是安尼，因为上帝创造是男接女，唔是两个男嘅，而是两个女嘅。但是我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当咱接别别人哦，即个同性婚姻嘅时候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咱基督徒，咱相信一男一女嘅婚姻。咱的婚姻啊，落好啊！咱的婚姻啊，落荣耀上帝啊！咱的婚姻啊，落荣耀，好人尊重啊！你我问你明明我的意思，我无挑个讲咱的排位啦，就是讲，当咱接别别人个婚姻以前哦，咱家己婚姻梗唔是较好，咱是唔是让世界人看到？哎呀，关咧基督徒个婚姻是很好个啊！哇，一男一女，很彼此尊重，很之协调，真有见证啊！人会欣赏咱的婚姻，但是世界。发现不是安尼啊，也做人对那个婚姻无欣赏啊。基督徒，哎，咱讲离婚，我跟你讲哦，基督徒真侪离婚的哦，不是讲只有无信做人离婚哦。基督徒婚姻真侪问题哦，唔代表无信做人有问题哦。所以咱的见证就得落噶。所以我过一摆讲哦，咱不是讲无必讲人，但是你讲人以前哦，咱就好审查咱家己，我是不是需要悔改啊？我唔是无必讲人，唔是无必讲，但你讲以前哦，咱是不是好嚟审查咱家己？啊，老尾正代志哦，真正趣味哦，就是第六则的真理哦，就是我哋论断别人以前哦，你需要代志有分辨的智慧啦。即个圣经哦，第六则哦是真跟我解释噶，唔通将生活好高，因为唔通将地好钉住好地者，因为惊伊钱达了哦，伊会钉住屈头嚟加你。即句话什么意思啦？首先我有小可解释咯，因为犹太人哦。看外邦人哦，是高是低是无洁净嘅，所以哦，耶稣讲出句哦，我想咧犹太人就讲，好，但系耶稣可以明白这样嘅字哦，你唔通啊，等你论断别人而且哦，呢度真真清楚哦，对象是绝罪，你是及神口讲话啦，神啊，你要及你讲，哎呀，我要帮助你，你帮助神啊，你而家呢段圣经，这个狗啊，这个狗，这个 dog， 唔是咱嘅普通嘅狗啊。你知啊，我知啊，也做冷战听狗哦，特别兴咁即个世界哦，哇，湖南嗰时狗狗杀狗喷啊，即个就骗啊，呢个狗哦是真真好，真真可爱嘅狗，但系即个狗哦，唔是讲嗰只狗啊，嗰只狗叫做野狗哦 ，wild dog， 就是我哋过路啲沙里面，啲过路边我无人饲嘅，无人乖嘅，又恶嘅咁样嚟狗啦，所以我耶稣好冷静哦，你唔听我，将住嗰只物件哦。好中间嚟高，好中间嚟地脚，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就讲我，你嗱，因为伊未晓啊，你嗱可以好嘅物件啊，生活咯，定住咯，伊嗱就是脚头啊，屈刀头，屈礼学嘢，你教你啊，所以我呢度明白正大志哦，你不论断人，你咪教导人，请问即系教导嘅人是绝罪是神啊咧？你哋知唔知？你明白正大志哦？啊，唔是大家人我会听你讲话啦，哦，啊。你讲啊，呢只两只圣经哦，呢个箴言哦，二十六章第七节，二十六章第九节，你读落去哦，你觉得真奥真奇怪不？你讲第七节，唔通将戆人嘅话嚟回答你，惊吓你咁啲神棍无病 ，OK？Do not answer， 唔通答你。好啦，二十第九节咧，不将戆人嘅话系有戆话嘅回答你。Answer are true according to his fully. 所以哦，第四则讲唔通讲义，第五则讲读讲义。所以哦，请问哦，圣经是叫咱讲还是唔会讲啊？头先你明白嘅例子哦，即系圣经里面攞嚟箴言里面嘅戆人啊 ，true 戆人哦，唔是无头壳，唔是无头车，唔是 IQ 正低嘅人。
圣经嘅戆，即系嘅戆人哦，前面嘅戆人哦，是无以上帝追上帝人，无敬畏上帝人，即叫做戆人。所以前面讲敬畏耶和华是地位嘅开始，所以根本未开始吧？所以属灵嘅地位未开始，但是唔是代表这个人哦无世界地位，无世界聪明有啦。所以你就明白我什么人会追光，什么人未追光。耶稣有十二个使徒啊。这个就这个，你我唔知你知无？耶稣十二人嘅中间，我常常有耶稣讲嘅，是神啊！耶稣常常讲嘢，讲也最弊嘅，这个就彼得 ，Peter， 我是耶稣十二嘅第三部中间，我常常有耶稣讲嘢，耶稣常常责备伊嘅。有一摆个真当啊，讲彼得讲撒旦，睇过后边去吧，讲彼得是撒旦吧。但是我你看无，彼得我真乖呢，有无？每一摆耶稣讲伊哦，伊都无应出啊。另外后来彼得就做十二个门徒里面的 number one 阿兄，大阿兄。好啦，但是十二个门徒中间，每一个耶稣从来唔不讲嘅，是啥嘅咧？是犹大。耶稣无讲伊，耶稣明明知呀，犹大常常偷子，耶稣无讲伊。耶稣明明知呀，犹大不出卖耶稣的心，耶稣无讲伊。耶稣只是伫路尾生产，路尾一摆提示伊，叫伊唔同我追咯，但是伊无去听。什么？因为我犹大这个人我未讲的，也彼得系讲的，所以你明明就系知我什么人系追光，什么人未追光啦？唔是得个人都系光啦。嗱，你讲第四则这个人我是未讲的，未讲的，就似耶稣所讲嘅，一关系教，一关系地，伊未晓啦。你若讲伊哦，我头来教你，啊，你咪做阿牧师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哦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你推伊好几多？唔是你肯改变你，唔是你讲什么话伊会听，你就好好听伊讲话。啊，等等话啊，我有一句话真出名哈，我唔知福建话哦，我你讲嚟讲翻喎。等等话我讲，俾个良心你食啊，当狗吠啊，啊破脸就制啊咯。俾个良心你食啊，当狗吠啊。即讲我好呢只个良心啊，我即个很宝贵物件哦，好你食啦吓。你看住排物件，叫做狗嘅灰啊！你讲，所以我即个嘢就讲我，你真系对伊好哦，伊未好欠伤啊！面对阿个嚟冷我，我跟你讲我，你真系讲伊哦，未改变代志啊！即个嚟冷我，因为我真叫做 arrogant， 真自大自我，即个冷我未讲得啊！那我实在就贪对几多啦咩啊？但是有另外即个冷我系讲得。什么人呢？你讲我叫戆人的话来回答你，免得你拿着更为聪明。这个人我就是我盲点啊，就是未看到。伊唔是挑拣我，最戆人啊，伊未看到，伊聪明嘅也是唔到，伊未看到。所以我难度特别讲，何以正何以拿这家己唔到，免得伊家己拿着真聪明。所以我咧最记得到我呢度明白这样大事哦。唔是讲未追港人啊！啲港人而整我，啲论断人而整我，呢个制啊，伊是什么关系人？你夹咩关系哦？是勾到一个所在，所以唔是你讲，白人系讲伊，你系讲伊系追，冇啦，无端端系讲嘅，所以你要了解哦，这样大事。嗱，所以啲教会里面，我常常问到就成呢个，咱总是感觉我，咱大家人都想，我讲大家人都听，其实唔是咧。人和人的关系哦，是真重要。另外，人是什么关系？人哦，伊个生命的本质也是也重要。嗱，所以做出帮衬咱咯。但咱论断人以前哦，有几样代志你要修好清楚。头像，当你看到别人唔对的时候，你大些唔通将这个人哦，随分这个类，分这个类别，伊是歹人，伊是戆人，我不介意。No， 咱从来未追将人分。你用什么尿气给别人？上帝用什么尿气给你？所以你不要将人分出一类的人 ，this is wrong。你若一分哦，全世界只有一分，记得全世界只有一分的人，叫做罪人。罪人呢，分出两款，知呀，自己罪人；唔知呀，自己是罪人。That's all。所以唔通用比别人较圣洁的身份来去论断人。第二呢，当咱论断人以前哦，你好大声审查你噶。
那当然，那不是讲我是完全跟去伦敦，就无这个意思。但是你来先好审查我家己哦，我是什么款嘅人？今日我要讲伊，我嘅动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讲什么代志？你创这样代志，创唔到。比方讲，伊犯嘅罪我无犯到，但是我犯嘅罪咧，伊可能也是无犯到。所以咱常常凭这个真平等嘅身份来彼此勉励，彼此鼓励。就是我所讲嘅，那有人。爱提起你，你唔着，你是唔是听？听还是无要听？所以就好好审查你家己。后尾咧，当你要爱教导人，伊整好，你就分清楚，这个人是一尊，这个人系讲得还是未讲得？我跟你讲，我实在跟你讲，我唔是大家人都系讲得咧啦。有人嘅量度哦，这个 capacity， 伊个量度哦，真少嘅啊。你若讲佢一摆哦，伊会收起你几世人，煞是收起你几世人。因为哦，伊无通接受人哦一句话，所以面对安尼款嘅人哦，唯一一个办法咯，就是推祈祷啦，好推祈祷啦。但是有款嘅人哦，应该讲嘅哦，你讲啦。当然 ，before 讲嘅整哦，你记得咯，人同人嘅关系真重要哦。你啦对伊好，伊在呀啦；你啦咁样亲，伊在呀啦。伊啦，你啊对，你啊出发点是为咗以后，伊在呀啦。安尼哦，就有通慢在。慢慢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激励，所以求主帮助咱咯。咁啊，咱对这个论断的诶真理哦，有一个更加全面了解。伫教会里面哦，伫厝内、伫教会，伊们对公司哦，难免发生这样代志哦，就是人甲人哦，点样叫做 conflict， 出嗰度看未好些哦。但是咱讲话以前哦，咱就好求主帮助咱，有一个智慧，好来处理这样代志哦。佢主教兩棟仔，嗱啲嘢嘅啊結束幾多以後喎？我呢淡薄嘅時間我，你嗱會 Q&A 啊，即叫做 question and answer 啊，你愛問對我，即係提出嚟哦，咱大家嚟互相，大家嚟解答。嗱啲嘢嘅幾多隻嚇？李伯君感謝你，君安博有這個時間，大家嚟互相聖經裡面講到論斷嘅代誌。我想咱總是感覺唔通論斷人，免得學人論斷。所以总是结果，阮看到别人唔对，阮也唔要讲；别人看到阮唔对，也无人讲。所以慢慢的，规个团体、规个教会里面，全部都唔对个代志，都无人敢讲。但主要这个唔是你的旨意，就唔是你的心意，因为教会是个圣洁的所在，阮无完全进入罪恶，从我哋教会的中间，因为这是上帝无看伊的代志。但是面对别人的唔对，面对自己的唔对，阮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呢？即系耶稣喺登山宝训第七章一九第六节教导君，即系论断嘅真理嘅中间，我讲重新好嚟思想好嚟审查，因为这是难免发生嘅代志，无论是家庭里面，无论是公司里面，喺教会里面，总会发生一款君感觉无好嘅代志，无好些嘅代志，君应该用怎样嘅态度，用乜嘅办法去面对，叫做即系到啊最君思想嘅啊呢一位教导君。我讲哪来哪对上的真理，国家清楚，国家了解，国家明白，诶，就讲嚟感谢。观众收落去啊，观众可能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问题解答嘅时间，我讲机会嚟处理每一个问题，诶，就讲嚟感谢，咁讲嚟祈祷，通过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，Amen， 同 Amen。